农委会副主委黄金城在二日表示，正在考虑要宣布一个月内拢禁止用喷饲猪，实际施行的日期会另外对外来公告。一个堕胎也倒，养猪也倒，饲料厂也倒。李处长甲饲猪的农民解说，非洲低温恐怖的所在，新竹县总共有274场饲猪场，为了要预防非洲低温，农委会按算最近宣布，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底。禁止用喷来饲猪，就算煮熟过也袂使。饲猪的农民听到是感觉真无奈。这些要人力的话，是不是要多出付出的那个成本？对，谁补贴我？店家为了贪取便宜，去找那些进口的猪肉。那问题一点还是在于我们养猪，因为我们要跟他收厨余嘛。那你今天如果是说把店家的肉控管？严格稽查，是不是我们没有问题？农委会表示，未来一个月是关键期，除了禁止业者用喷来饲猪，目前也已经针对补助饲料成本进行讨论。病毒的已经进到我们的内陆境内了，而且已经进到我们的饮食系统里面去所以我们不得不。预先的要做一些事先的一个处置。实际管制的日期会阁正式公告，时间若是予人查到用喷饲猪，会照传染病防治法处罚50,000元以上，希望有效保护本土的饲猪产业。记者陈君和，新竹报道。